礼拜五第十啊，这个佛开始的往前踏一步啊，这个往前踏一步啊，这个阿弥陀开始，孩子们生命还在吧？还有一口气在吧？如果还在，还有啊，那么就趁生命还在，一口气还有时，往前踏一步，这一步不是万丈深渊啊，而是让孩子看见不同的自己啊，这是真的啊。像我也是啊，在我修行的时候都看不好啊，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也看不好啊啊，为什么他看不好呢啊？这个我也啊，也给大众讲，人家对佛法没信心的啊，他不晓得我学的跟他们不一样。像很多人呐、啊，像在以前啊，我认识的人很多都是心空虚啦、啊，啊学佛，还是心无助学佛，啊心不安学佛，不晓得说能够找回自己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在相关大法师，我也现在给这个网站啊，很多人现在在听啊，讲一下啊，学佛是救自己，但现在我也给众生讲，你们一定要听哦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这个修行来讲啊，主要是救自己啊，救家人啊。那救自己救家人呢、啊，这个佛在讲的经啊，你们一定要放下。就佛讲说放下放下，现在很多人学佛放不下啊，这个放不下大家啊肯定也听不懂啊，加上又学佛，家里又放不下啊，还是孩子放不下啊，什么事都要管啊，自己又不能成就，那时间就过了啊。这个放下就是净化啊，这个有只有使用啊，不要再有念头。像我在修行，我是这样在修的，不然今天怎么能够成就？而且你看，我们澎湖开天，哎，三千年释迦牟尼佛下来，啊，三千多年释迦牟尼下来，佛也没下来呀。现在佛下来了，只要你能到一个真修啊，可以救地球的人，啊，而且心量要大。像我给赵仲强。其实心量大，我给他是救你，不是救谁。假如你心量越大越大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自己就救了。家乡以前我在布施，啊，人家讲说，哎呦，啊，不用布施的，怎么我都不给他们讲，啊，看我布施这么多，他也吓到。像我医药，我也布施很多。再来，我会赚钱啊，我就会布施，啊，这个开始布施。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布施都跟你走，所以我一生呢、啊、一路顺，啊，也是碰到好老师，也是金光老王是个好老师啊，啊，他说讲的经我都能够受用，再来又跟着佛，啊，所以在我自己来讲，我的时间啊不能糟蹋，我两点都起来，像我都不要人家教的来，啊，不需要人家叫我不用。像人家很冷很冷，啊，大家在睡觉，我就起来拜佛。我的时间我绝对不会跑掉。今天成就，我也给大家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。像我也给大家，你们要救自己，这样一天过一天了、啊，过了，那就太可惜呀、啊。啊，一口气在人民，能帮助自己。像现在我也给大家讲。这条路一定要去突破，啊，救东西好不好做？救众生好不好救？不好救。众生呢、啊，为什么不好救？他会附体，叫他知道你好，啊，他为什么不能听？很严重的，叫他你附体，你就不能听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还有口气，如果还在，还有，那么趁生命还在，一口气还在时，啊，自己要加紧。像啊，我今天呢、啊、走的路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修行啊不能懈怠了，就好像他要睡你就给他睡，啊，他不能拜你就不给他拜，你不能成长的啦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人生也就完蛋了，你已经没用了，啊，你觉得生老病死，
你不能做主的。假如你仍然现在我们这里地方啊，知道救世对你帮助最大，你要救世啊。这样我们只有救自己，那不是佛法。像你没看到啊，那个这个啊，佛跟那个老师在讲啊，以前的修行啊，救自己而已，他也不懂，也不是不懂了，讲了人家也不听了，所以他常常呢啊，这个可以讲说这个行脚。啊，这个行脚要重复，比如说啊，我今天走到北京，北京又走到啊南京，啊南京再走到北京，习惯的练了，练久了，人大地就能听了。像我在走也是一样，我抄大陆，抄东南亚，啊，再来抄这香港，抄台湾，啊，包括古这个古巴及吞巴。啊，澳大利亚，啊，这个常常在绕的，啊绕啊，这个念佛放光，啊，人家听到了，啊，又来就跟了，就脱胎换骨啊。那我们现在也不要管他说，啊，这个抄多少都不用管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可以的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像。往前一步啊，啊，这步不是万丈深渊，而是让孩子看见不同自己，真的不同哦。现在整个台湾认识我的人都跌破眼镜了，啊，啊，这个苏师姐还能讲经，啊，其实我也不是要讲经，我这人很好心，啊。现在古今啊，这个廖居士的廖正来，他盖了个报恩堂，他听经的也是听个表啊，都是喜欢修复。我说修复不能翻页啦，啊，要功德啦，啊，我都一直给他讲呢。哦，他们家修复修得很大，他们啊在新加坡很有办法啊，又教《弟子规》啊，啊，这个。在传承的嘞，他没有学净土，他传承《弟子规》啊。现在我们也给后代讲，后代没出口也不是佛法。像教小孩子来讲，小孩子教的就是要给他有出口，他能够啊不死。假如说都会死，那这也没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不是。这一步啊，不是凭空的，而是需要毅力觉醒，很重要啊！啊，这个毅力觉醒的人，你要不要脱胎换骨？啊，你要不要轮回？我给他大众讲要听哦。假如修行啊，一天过一天，那你就太可惜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听经很重要。假如你听经啊，你不能消归自心，也没有用。他不能翻页的啦，所以你要了解这一步不会是凭空的，而是需要毅力觉醒，啊，放下得失，能够舍目前所有。像我们人到人家德行不需要了，啊，精进用功啊，克服难关，突破困难，啊，才能踏出一步啊，才能看得见不一样的世界。真的，那不一样的世界就是无眼圆明了，主要也不会被附体了。像我现在是带众生苦，我没有附体。像现在摸中了，啊，还不是好歹，啊，我要救你还找我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反正这生呢，啊，用了七八十年了，也值得。嘿嘿啊，我的灵啊，里面其实我可以蛮喜欢，真的很值得的。所以刚刚我给宇宙菩萨、因缘系菩萨啊，跟新佛子讲啊，你们听啊，啊，他们不能做主，你做主，就是转上上上上上上，啊，才能救地球的。
啊，所以啊，放下得失人生目前所有，啊，这个现在我给有钱人讲啊，你要有钱要会布施啊，啊，布施是带着走了。假如说你的钱都要留给儿女，你欠儿女的债了。像我一毛都没有留，我把三四间卖掉，都花的，一直花的，都一直在做事。我不靠人的啦，靠人很辛苦哦。啊，还要求人家布施哦。哎呦，这事情不要，你不能清净心。像我也跟大众讲，你们最好是靠自己，靠自己对自己啊。啊，能够克服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那越安心，啊，你看看能突破困难。像我自己也讲，做没有，啊，做的没福报也不做了。哪知道活下来大福报哦，像我是个大福报，在你某种啊，谁信你呀？啊，要渡你还不听，哎。还有像你们那几个冤亲债主，一定要报仇报账，你就去报啊！笨死了。现在我活在这世间很自在，啊，这个可以讲跟这个游戏人间的，能够救就救了，不能救，啊，随缘，我也不喜欢了。像我养你啊，假如你们那不成长啊，你们这很丢脸的嘞。啊，又被淘汰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要给大家突破困难，才能踏出一步。啊，那困难就是个性啊。像我们人的有没有什么困难？才没有嘞。啊，哪有困难？啊，才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。但还是要记住，踏出这步要有佛啊，师与师我相辅。啊，这句话很深，就是我们不能再轮回了。啊，其实啊，老师跟佛都提起我，其实我给大众讲，我一天做很多嘞。我不是给你讲炫耀我做很多，我责任很大，我不像你可以不用责任，责任要有啊，做你很苦的嘞。啊，就踏出这一步要有佛师使我相辅，啊。我不希望孩子踏错方向，是真的。像我也给我们比丘尼跟师兄弟讲，我们这里不是大声讲话，啊，都要肃静。孩子来我们这里也一样不能大声的来，因为这里鬼神众多，护体很多。像啊，真的修行人啊，修得好啊，给大众讲。啊，只要看你就知道你讲什么，那你多好，也不用开口。以后我们的佛事是这样的，啊，这个叫做心连心的。像我们现在学这个大法，给大众讲哦，要珍贵哦。啊，说佛不需要孩子踏错方向。要走正道行正理，用对方法，啊，往正确方向才能够寻回见性，得见本来面目。像讲这本来面目，像你们那比丘不修女，包括四众天，过去都有修的啦。像我现在发现人道的悲哀啊，一定要有佛法教育。啊，假如没有佛法教育，你看。人道都在搞男女啊，男女啦、啊，搞自私的、啊，很不值钱的嘞。像你还看着啊，人家再厉害再厉害，搞了女人啊，你就输掉了。我看了太多了，啊，女生啊再厉害厉害，搞了男人也输掉了。啊，既然你碰到人碰到你，你这次不可能开始，啊。可以开悟的，那人家问书记你怎么开悟，我通通犯，我不像人家不犯。
啊，学我不要学假，假学假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如果孩子们已经踏出这一步，啊，不论是否深一口气，啊，还在还来得及。像现在也跟他讲的，主要是这个性啊。像现在我们千万不要有个性，有个性呢，对你自己是一种伤害。像这身体很重要，我为什么一直讲啊？一口气，一口气，一口气，哦，很重要哦。这一口气在，你都能翻页的。啊，说如今现魔性，魔性，魔性，只要孩子愿意回头，像现在我也给宇宙菩萨、阎罗菩萨，还有信佛之讲，啊，以前呢，你能控制人家。啊，观念偏了，就好像现在你们没有看到，我们家有好几个已经不能做主啊，样子也变了，可是讲也不听呢，很严重哦。像道场啊，啊要会珍惜啊。像我们的老师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还有老师像你去老居士。都要珍贵的嘞，像我们为了身体啊，身体给人家用走了，哎呦，很可惜的嘞，很不值钱。像啊，你看看学佛不要牵挂两个字，大家要学啦。假如你们还很牵挂，啊，你这身体啊，不说报，我给你们讲要听哦。啊，你假如说你还放不下，你身体绝对说不好。所以人体啊，为什么要啊来修行到晶莹剔透？啊，这晶莹剔透大家也听不懂，就是不会被附体啊。现在人道来讲，哇，附体很严重，而且我们的空间很大的，就像你的空间来的啊，一千年。在这个地球，啊，就好像你现在是在2020、2022年，你所看到了地球的大小、地球的万物、地球那个就在你细胞的一个细胞里。那一千年呢、啊，你在这人道投胎的一千年的里面，就有这么大的空间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的、啊。假如说你们呐、啊。不能苏醒，我告诉你，生老病死绝对有。那你说值不值钱？不值钱。为什么不值钱？生气也是放话，啊，成分也是放话，愚痴也是放话。啊，你说你刚刚生气在哪里给我？没有啦。所以你要了解啊，不是找回自己的自信。你都是放话的嘞，划不来。像你看看，人道，你看看这个身怎么有这么多的经？啊，《大藏经》一本也是讲人的怎么修。现在佛你看讲解义，啊，讲心语，老师开始，哎呦，从2年到现在，啊，你看讲了多少？很多的嘞。没有人懂啊，可是讲了，你们又不改。像我们每一段听了，能够改你就赚到了。啊，不要讲自己给控制啊，啊，先来讲说啊，自己被控制，自己能做主的。像现在佛也很慈悲了，只要孩子愿意回头，佛愿意接纳孩子。啊，祝孩子改邪归正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个人呢、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都是人之初性本善，生出来都很善良的啦。现在我们给这世界给污染了，很可惜的啦。啊，
这个来得及，很来得及的。啊，我们也学说好了，我也是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像你们现在福报啊，啊，有佛，啊，有老师，像你去老居士，啊，有福报大得不得了。像我很珍贵哦，非常珍贵的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因为孩子本来善良，本来是佛，因为无缘遇上智师而进入魔道，而邪途。像现在啊，进入魔道，现在我也打开看，就是个性啊，要自由啦。好像妈妈爸爸看得太严啊，像以前啊，庄子有接待一个台南一个小姐啊，她是读大学。哦，他妈妈生三个孩子，就是教得很严，也不会上讲会，他是疯掉了，外面啊跟人家同居也不回家，啊，有的压力太大不行的，不能给太大的压力的，啊，来找我，全身都附体，好像他也不是他本人，很久了，啊，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身体啊能自己用。像我们身体一坐就睡觉，啊，一坐就在空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自己的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在教育，啊，而进入啊魔道邪途？所以不论孩子此时于何处，或于世中弟子身中，或于法会中观望，啊，或于此时正听佛说。啊，请与法会同众念佛，就是自己要跟众生讲。啊，像有时候都不能做主，要跟众生沟通，可以对话的嘞。现在我给你讲啊，我是离泯觉知的嘞。啊，说不论是我生一口气还在，啊，如今已现魔性，很可能有时候回不了头。像现在很多魔也想要回头。我觉得赶快回头，不用怕，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把过去给忘掉就好，很重要哦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国品你是不是极乐世界？是，很棒的嘞，真的是极乐世界嘞。啊，你好好的调身体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对自己帮助很大嘞，只要孩子愿意回头啊。我愿意接纳孩子，祝孩子改邪归正，啊，因为孩子本来善良，本来是福，啊，只因为无缘得遇善知识，啊，引导而进入魔道邪。像我们以后教小孩，都要教他的。虽然小孩子你叫做嗜好不对，就是喜欢啊那个偏的事啊，哎呦，魔道马上找到。没那么简单的啦，啊，所以不论呢，孩子此时何处，或于师中弟子身中，或于法会中观望，啊，于此时正听佛说法，群于法会啊，同佛念佛。像我们三师现在很棒，像我也常常叫我们师中比丘、比丘尼、师中弟众尼要出来，其实在空间真的非常大。像你们看到这个超度，啊，我们在超这个水放众生，像孩子那些，哎呦，无边的嘞，也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啊，现在不是佛救我们也救不了，所以人道的法身很重要，假如你没有法身也救不了，所以啊，与众一同进入佛光中而得受超度。啊，得入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踏出一步啊，便以佛性得显之时，真的，真的，哎呦，我就是没有人教。每个人都啊有佛性的，像人常常啊一句话说“人之初性本善”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像我们没有失去污染，也不懂。啊，假如你懂了，也不会去污染啊。
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的司机最好。啊，这个司机啊，活在教，不能懈怠的嘞。啊，你要懈怠啊，对你损失很大的损失啊。像时间很快哦，像我都在抓紧时间，时间不够用的嘞。现在我教了宇宙菩萨、延禧跟新佛子、禅人法师，我讲的这个方法最好，不然啊，哎呦，你说没有恶念骗人呐、啊，啊，念头一来，众生就倒，哦，非常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说时机啊，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时无有待，机无留时。假如日子过就没有了。我们要珍惜一切。啊，佛才讲孩子啊，当时机来到自己之后，可得啊当知之明知此生。假如说现在闻到大法了，啊，那你知道要。精进吗？啊，不晓得精进就输掉了，没人懂。啊，说自己获得，当知明此生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这个身体很珍贵，而且时机难逢。现在我们先问大伙子，现在人家都在等机票啊。本来十二月大量要进来，结果所以改成四月。现在几月？现在才一月，还得三个月，哎呦喂！啊，说事实觉醒，知生命自在，很自在的。啊，身体啊可以用来帮助人。啊，无事有止，令自己错失哦，那就损失可大了。像我们现在。也给全世界讲佛法是叫做灵性的提升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有比丘尼啊，啊有这一个四个啊，我们有五个个空间可以打开访问的嘞，这世界没有的嘞。你看他们每天都在经营，经营我早上超度的。很重要，那访问，像灵灵跟灵之间呢，给大众讲很重要。假如不能够啊灵沟通啊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佛法就是四法界、九法界你都能沟通。啊，我们一法界是地球啦，啊其实。讲这个银河系来讲，也很多啊，星球它是有身体的，他们的也要能量啊。像我们现在访问很多啊，不管这个银河系、宇宙，都要能量的。那为什么魔界会附你身体？那为什么我们身体会给啊鬼神状附体？因为他们要能量，只要你念头跟他一样，他能进你身体，看你们。敢不敢有念头？这是佛打开的，不是我，佛打开的，我才知道阿修事情很严重。所以你要了解，他在你身体啊吃你的能量的，所以你会枯萎，越来越老。所以我给大众能够自私吗？不行。啊，你越自私啊，你的能量就被他吃走了。这个宇宙准则给你们讲，你们要听哦。所以啊，身体都是给鬼神在用的，只要你啊念头一样，他能吃你的能量的。像澳洲人的身体也是给人家在用的，啊，像我们现在讲地球，这是很悲哀了，不是佛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真的身体都是附体，没有一个不附体。所以佛才讲，莫执在此生，当心量人民，当时机来到可知机啊，可是无。
就是你正念啊，我们宇宙准则，我们身体不要给它用处。像我们讲说，纯净纯善很重要。假如说有善又有恶，那大部分身体也不行。那全恶，那这个事情可严重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现在你们的情众都是在身体请出来了，你们应该有认同了，他不是外来的。所以以前啊，活在我讲我这个脚给众生拉到，我说这脚怎么这么难修，应该修很快。他说你知道这里面空间无限大，现在我讲经讲到这里，我才知道空间太大啊，我的空间量啊，来讲一个年代来讲，一千万人都有了，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的。现在能救我们呢，啊，自己救自己啊，念头要准。假如你念头很自私，啊，还是只有自己，你身体给人用着，给大众讲用听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叫做行，信自己要学佛，结啊佛讲的啊心语，佛讲的开始，老师讲的开始，结了你就要行，给人家样子看了你是学佛之人，那你就是佛法啦。啊，像还有一个问题，在这世界一定要随缘。那个随缘不能占有啊，你讲不随缘，叫他叫我讲说啊，我有孩子啊，我随缘啊，人家也长大，我还在想孩子，我不随缘，你身体就被众生用走啊。像这不是佛打开，没有人听得懂，听得才知道啊，不随缘不能明，随缘能明，自行放下。像我讲经也给大家，每个人都是个体啊，先把自己给救起来，不然啊啊没有止住啊，那你身体给他出问题了。什么叫做心明眼明？没附体啊，你不要讲近视也是附体啊。啊，耳聋也附体，像以前那佛有在结义讲过，六根的坏掉，表示你要往生出问题了。只要这耳根重了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六根能明的嘞，啊，那个明啊是救度众生，所以给大众这样，啊，时机啊有限哦。啊，时无有待啊，机无得留。像你看，今天礼拜又过了，没有人知道这时间很珍贵啊。啊，现在有身体的人呢，早为自己对自己帮助的还早。当时机到之时，我可得当知之啊，明此生。现在我们也给大众的，我们学主要是这身体不给附体啊，不给附体容不容易？容易啊。像这世界，你只要使用权，不要去想它，都可以的。啊，莫自有障碍，当时时啊，醒觉之生命之财。生命之财是讲，就像我啦，在某种找找找，谁怕谁？现在啊，我要一定要救啊，为了地球一定要救啊，我的命不值钱啊，我救了就值钱啊。像人到了哪个命值钱，人体很棒的啦。所以啊，莫执着在此生呢啊，当心量人命啊，当时机到了可知可时啊，无抓紧啊！像我给他净化自己最重要了，一直净化，一直净化，可以的了。而且啊，
做什么事情不要执着，只要给人家开悟了。那你给人家开悟，我给大众讲哦，你也自己开悟哦。啊，你给人家明，你自己也明悟。像很多人呢、啊，啊，有好多不跟人家讲，这个东西它会消失在身上的啦。所以不能让啊自私自利对自己伤害最大，没有人懂啊。所以给大家水也妙用啊，人明啊自省放下，心明也明，明见一切即可达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佛法给大家讲很棒啊，棒在哪里呢？什么事都好，什么心都平。只要我们心动就输掉了，修行人啊，心平很重要的嘞。啊，这个修行人心不平啊，那给他中奖，不能进行。像修行人入藏，心平是必备的条件。那心要怎么平？看什么都好，要讲道理的嘞。像我们现在知道，生与意呀、啊、都不能动。家里有思维，众生知道；心一动，众生知道，很严重的啦。现在不是佛打开，老师打开也不懂。啊，现在老师也讲，心波动啊，是啊，招感众生及业力现前的原因，故心啊平时。职业所必须要平哦，啊，这个心平也给大众叫慈悲了，对谁？对你自己。像你不心平呢、啊，火烧功德林，啊，你要有个性，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啊，故心平是职业所必须。那我讲心平也给他叫深深禅定，啊，禅定很重要的嘞。所以啊，心平有定，不受外界所牵引。啊，不牵引就是心不动了。像我们心动的厉害。啊，假如说你能够心平，我给他都是慈悲。啊，看好不看坏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如如不动是心定的功夫，这个要修了。啊，像呢，能够内有不要外显，慈悲。啊，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什么都看好。啊，人家讲什么不好，你看都看好，你都有救的了。啊，像我们今天讲的看不好的人，他很可怜的啦。啊，为什么可怜？主观强，附体弱。像我给大众讲啊。啊，看好心平啊，对你好处在哪里？他不生病。像现在很多人生病，他不晓得，人啊，肉体会死，灵性是不生不灭的。你对他好，他还能在你身啊，他还不懂得安慰在你身；你对他不好要报仇，他还在你身的嘞。没人懂。啊，说人与内有不须外显的。外行为可随时调整，啊，调整。像现在我们啊，学佛就在学什么？啊，学人做主，啊，学人安定，啊，不影响心之安定。此为外动内不动之功夫啊，是慈悲包容也涵养，人经由修行净化而。像我也给大众讲。在道场要为大局着想，像人道的东西很简单，很好解决的。这个大局是救整个宇宙，整个银河系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像我们现在救人，他叫做变法界虚空界，要看信念啊！啊，你不进化，你怎么有办法？变化在虚空界去超度，不可能的嘞。给宇宙菩萨、阎罗菩萨、跟信佛子讲，
取字了，你就放业了。像我们现在在做好事啊，取字很重要的。啊，像佛讲一，我都知道二的，我都做得很圆满。啊，这个都要有修行进化的，所以明白自己处境及立场，行明则应，能啊能成事。像啊给大众讲啊，越修行啊，细胞都停止不老。啊，停止不老越欢喜，哎呀，你这修行就赚到了。假如人家修行啊，啊没有欢喜，啊那这事情严重。你细胞觉得老了，像啊没有什么比这个佛事救世的大局更重要，所以我们个人是小事啊，佛事的大局非常重要的嘞。啊，佛事的大局啊，它是超度变化界、虚空界的嘞，所以啊，佛是我们的主力呀。啊，佛为什么是我们主力？啊，佛没有佛法界众生，我们没办法救人的嘞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所以心平法喜修行，心平无波是为定，助力很重要的。现在也给大众讲，现在佛开始讲。啊，人体来讲，每个人都有助力的。啊，主力只要莫啊要遗失啊，因此寻回自性之处。像我给大家主力叫做本坟呐、三坟呐、一个祖坟呐、一个生坟、一个死坟呐。假如身体这三坟有一坟跑掉，你就输了啊！你身体绝对不能凝固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嘞。现在你还看到我们喊的牌位哦，杀到一万都有啊，所以佛才讲世间轮回啊，啊，盲不见真，无啊，世人与生活中上忙碌，这是错误的。像现在赚了很多的钱就走了，也是空空走，也不晓得以前所修的福。这个还可以布施啊，给小孩成长。现在我觉得现在人到了小孩子很严重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莫要遗失啊。假如说你三魂两魂跑掉了，赶快找回。没有三魂没有力量，三魂要做主的啦。像人到我现在自私啊，也不懂得自私的，真的嘞啊。人到大部分人也没有人教，也不能做主，心会动。啊，假如心动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你这心一动，身体就动。啊，你要找回自信，不可能的啦，它会污染的啦。啊，所以啊，三品主力呀、啊，啊，这个莫要遗失，因之寻回自信之处。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找回自信？我们不想轮回呀、啊。像那个三根胡德来到我们这里一听就悟了，哇，那就不得了。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主观呢，自己个性都进入空间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轮回来了，把过去都忘掉啊，只要你把过去忘掉了啊，这个忘掉不晓得、啊、一直在轮回。像佛法常常有一句话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闻到正法，知道见性，领悟了。啊，你看能够领悟了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说世间轮回不见真，世人与生活中忙碌，等死啊！每个人都在等死，吃了吃了等死，吃了吃了等死，就这样子。现在不是闻到佛法怎么知道啊？你看人到为感情啊，为欲望而忙了啊，这个忙啊
啊，不是忙的忙，啊，妈妈是心字旁，她是个三点水，忙忙忙忙，很可怜的嘞。啊，唯一的自信真的，现在看的是自己，还是自己，真的中国人很厉害。啊，像这个无德自信之症呢，这就要自啊自己的自的性来讲，啊也是心字旁的，啊才知道这个自信啊很重要哦。啊，所以犹如戴着面具之生命，面对面具下才是真实自己。真的，人道教育很重要，人道淘汰太多。哦，你看，像我们不要讲几国啦，啊，你看看，大部分都是来淘汰的。现在在澳大利亚，这个古班级的多伦巴来讲，欧亚现在印度人很多，非常多的。像我们现在学佛，主要是啊，灵敏觉知啦，能够千差不乱，三际也明显，那给大众讲你是学佛啦。假如你呢，这个学佛不能灵敏觉知，你就输掉了。现在外来的啊，最好是不要。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给外来呀、吸引走了，尤其小孩哦，好大的淘汰掉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面具下才是真实自己。随世间变化，随入世界潮流，自己眼跟随外境，何时觉知自己？不可能啊！像我们现在讲说，啊，为了潮流，为了这时间，啊，真实自己不可能找回自己了，不可能。啊，真的找回主力很重要哦。像人道的败笔就在感情了。哎呀，那天我在布里斯本看到一个郎中，他最少也有啊175、176跑不掉，高178号。这里秀是最腿啊，大腿都这刺青啊，都刺黑的啊，但眼睛很大，旁边还刺黑的，脖子也刺黑的。哎呦，我在想他生活很苦，看起来才差二十七八岁，这人道，我看了以后说，哇，他生活怎么这么苦啊？很苦的嘞，而且他的吃那个青啊，你要到皮肤科去洗，很多钱的。啊！你一个帮洗都要几百块了，你那一片不要几万。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洗哦。啊，这很严重的，这小孩子，我看他好像是，不是中国人，可是是东南亚那边的人，看的样子是这样。来到澳大利亚搞得这样，很可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佛法教育要普遍化哦，像这个经典讲了，大家能够的听进去哦，这个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都是受益者，啊，我自己啊，听得很欢喜的嘞，我都一直在改，啊，不然你随时间变化，啊，随时间潮流，哎呦，完蛋了。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饭店都没人住过，我跟你讲，光光饭店，啊，员工这么多，老板大亏哦，你有没有道理啊？现在我也给有钱人讲，赶快做点好事啊，下一代都不行了，能够帮助下一代来听经闻法，有没有道理啊？给小孩子能够醒过来。你这家财万贯才值钱呢、啊，我好心劝大众呢、啊，真的了，我能救一个算一个。啊，虽然都很快也要救啊，不救也不行，一条生命啊就流量到了，流量了又轮回了。
所以我们啊，千万不要随时借着变化，啊，随临时的潮流，自己跟随外界，何时觉得自己不可能？啊，所以外来的东西呀、啊，会给你迷啊，最好不要。像我们现在找回自己，知道主力呀、啊，啊，自己有力量，把自己先救了。像人生很短的啦。啊，要活了啊，有代价，跟着佛，这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福报啊。所以当找寻主力啊，主力之名人生不得了的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带假面具，真实的对人的。像啊，撑一口气在，可以做很多事的。像、啊、我们不要为了这假身付出的代价，不值钱的、啊。像你、啊、一口气不在，你什么也做不成，灵体也不能作用。啊，像我们一个，我现在社会看多，我岁数这么大，外面啊家财万贯带不走的。像。生病就看医生了，不晓得都是人家来报仇了。像我们个性呢，最好顺一点，柔一点，啊，个性呢越坏越暴，哎呦，魔动抓你很快的嘞，没有人懂。啊，像你家财万贯救你们救不来，只要你老了就救不来，像我给他们千万不要老。你家财万贯，啊，整个世界都你也没用。救人最重要，现在佛法太棒了，啊，每个人才有希望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哦，一口气不来啊，啊，你损失可大了。你看，现在你们是看不见，满满都是幽灵啦、啊。啊，幽灵大天魔，满满啊都是鬼，你看那云端都是鬼的嘞，啊，云端好多、哦，没人懂，啊，像很多家财万贯不懂啊，假如家财万贯，你能用到刀口，帮助孩子破迷开悟，啊，给孩子知道佛法的好。啊，一口气才能够修转业，可以的嘞。众生就退了。现在越自私附体就越多了。啊，劝大众不要自私啊！啊，你越自私啊，你要了解。看了问他们都是自私啊，每个人都举手，他也自私，哈、啊，整个都是自私的啦，没有人教。哎呦，都在哭哦，哭得很凄惨的嘞。没有生就来不及了，所以一口气在能修行转业，啊，精进用功为进行啊。像一天一天的过就太可惜，说忏悔前罪求化解。啊，这句话也给十洞弟子比丘尼讲了。啊，要度众生息离轮回，能够忏悔业障。主要在救世沉船，像这个给大众讲，现在听了我和那阿弥陀老师讲，其实都是叫你心要好，啊，也不要怕吃亏，啊，你在宇宙这宇宙的准则就是这样，在宇宙准则，你有一点偏，有一点自私，你自己就受报了，划不来的嘞。度众离啊离轮回，就像我们也要轮啊，不想轮回啊，非常重要的。像啊佛法在世间很重要，真的。假如一千个孩子，哎，比丘你好好的教我不得了，世界就有救。只要是正念呐、啊，像现在人呐、啊，
都是往外求污染啊。像这个网站真的很可怕，污染的很厉害。像叫你往网站，你很高兴玩，叫你拜佛你不拜，这人就淡掉了。啊，每个人都是个体哦，一口气再可以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下一番功夫进化，啊，入纯净纯善的行为自信。像这个纯净纯善很重要，啊，说入纯净纯善而寻回自性，说暗转亮，坏转好，失望转希望，活出不同生命，人道可以的。假如我的这两年的经啊，你能听，你能够落实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就赚到了，啊，赚到了，改改改改。一直改，啊，不改不能见性的啦。像我们现在为了这身体付出代价，先给大众讲，很划不来。像你说，那魔众没有身体，怎么个性那么坏？魔众是有身体时候个性坏去当魔众的嘞。魔众是也是人道。啊，人到个性化又有恨心才去做魔众，那灵就变魔众了。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了，我给大众解答了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给大众千万不要有恨啊，你恨心越大越大越大，你的身体啊，给大众讲，那个灵啊就会去做魔众了，这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啊，佛一直在教我们宇宙真理啊，这个宇宙准则。假如呢，你会听啊，你能成长自己，啊，你也可以害自己，啊，听经啊，文化很重要的嘞，没人懂啊。啊，所以活出不同的生命，一口气在可以啊，拜佛、念佛、诵经。下一万功夫进化，像现在要救自己啦。假如说你自己还不清醒，那你就太可，你不是一次就狂妄，一天不能白过的啦。每一天都要珍惜啊！所以呢，活出不同生命，发愿求生西方，愿有成啊，愿有成真呐、啊！一口气在这生息愿成呐、啊，啊，因无生可成愿。一口气不再生息，愿难成，因无生可成愿。所以，假如你没有身体，你要往生去不了。现在你还看到医院还有生病，冤枉哦，冤枉哦，都是众生在讨债哦。而且现在很严重的，都不是自己做主。所以，啊，老实讲，多少病者为一口气挣扎活下去，也是等死啊。像我学佛以后，看到老人啊，啊，常常讲：“你赶快念佛求生西方了、啊，啊，不要不念佛，听我的话都能到西方，不听那、啊、你看看还在拖，啊，谁痛苦？没有用，不能用了，回家了啦。啊，很多人在问我说：‘世界老人就应该死？’我在问这句话，那我也给大众解答。我说老人不应该死。”啊，老人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不应该痛苦。老人啊，你知道念佛啊，而且能够生息，能够移民西方啊。老人啊，你一定要说躺在床上啊，一定要等着死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讲的也没道理、啊、不能做主的嘞。所以多少病者为了一口气挣扎活着，就是一口气一口气啊！你看，你看到了大医院的安宁病房了，都等死的，大部分都是一口气在活着来，就为了是吃这个东西活的。啊，你看现在吃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相关主旨啊，千万要珍惜分秒哦，善用生命，把握相关知识的修行进行。我们来看看邱忠勇啊，义主啊，在礼拜五的。
我老家族存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从小听着大人呢在喊着这口号，也听着大家喊的皇宫皇宫，到了这，他的年代好像跟我一样的年代，我从小也听到皇宫皇宫到这，这个啊，我的身边有许多刚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湾的叔叔，所以啊，伯伯啊，这个画面还记得清楚。没想到一转眼，70年已经过去，我也死了啊。这一代一代啊，当我在执行义族任务时，总是不曾经会想起过去的事。时代的变化很快，当时身边都是一些爱国者、狂热啊者，而今现在却出现一些不孝者、淫欲、混乱跟网络成瘾者。哦，他讲得真好，啊，近期许多类似的案件呢，啊，在第一审问，使得其中啊几个第一受刑人呢、啊、特别的暴露，诸多啊受刑人甚至不知道忏悔，只能受报之以刑期满，再次轮回中，看了感触很深呐、啊。却无力改变。现在我也给他说，现在不要来出事了，出事不行了，除非你出来就来学佛，不能出事了。今天我乱的，啊，心中有一只盼望球，能够站起来帮助如今的教育。好不容易等到15奖金，真的有泪开解众生之心，盼众生能改，所讲述之精华。一语道破，啊，让人明白啊，因缘成熟者便可得度。在这个因啊，这个盼求之下，虽然等到自己啊能够受诸佛牵引，希望极乐世界，众人相当感恩呐、啊，啊，于啊等待期间呢、啊，将心定下来念佛，感受佛对。众生的慈悲，我是邱忠勇啊，在台湾眷村长大，那时候台湾很淳朴，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发展起来，家中不就不是方言就是田，我们的孩子啊赤着脚四处奔跑，有时拿了一根竹藤在地上上写字，啊学写字，有时候画出九宫格来跳。啊，生活单纯。就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时，啊，涌进了许多的国民军，有些啊选择继续当兵，让国民政府养；有些人却选择卸下军人身份，来找工作。林叔成为我们家的新朋友，带了一点钱，这里研发了糕点，开始卖起来，啊吃。大家生活很辛苦，为了生存互相帮忙，有时候以物换物，以食换食。我们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呐、啊，卖了一些村上基本用具和酱料。小时候最有印象就是结账台后面有个大板子，上面都记录着谁啊赊账赊多少钱，当广伯伯已经赊账五次了，我就会在广伯伯还没有走远时候靠近阿布的耳朵，跟阿布说：“阿布啊，广伯已经赊账五次，欠了20块。”母亲马上说：“嘘，不要讲，人家就是有困难才不付钱，谁会想要欠人钱？他们好生意好，这个我们这个店还能够维持下去就好。”不要计较哦，这个妈妈不错，对妈妈很好啊，不要多说。从那天起啊，虽然我也会看来客人的赊账多少，但也不同事，我想知道是不是需要帮忙，我可以帮他什么？我也观察他的神情，每次赊账时候，母亲所说的都会露出很不好意思的表情。原本个别大人从不会赊账，但这一两年雨下的不多，阿布说他们收成不好，
家里八个孩子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所以大娘只好来我们小店里吃两包。大娘啊，平常都对我只笑，看到大娘来，我赶紧啊帮大娘帮米回家，大娘摸我头，并请我帮她跟阿布说，赊账两包米会尽快好。我给大娘一个灿烂的微笑啊，并跟大娘说，请她不用担心。当我这么说，看到大娘紧张心瞬间卸了下来。在帮阿布布店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都为了三餐款了，我下了一个决心，我跟阿布说：“阿布啊，阿公在种田，我想请阿公啊，给我个小块地，叫我种田，我想种一些食物可以奉送给大家吃。看到大家生活困难，我想尽一点自己力量来帮助他。”在我讲这话，我看到阿布摸摸头，眼眶有着感动的眼泪。客厅啊，母亲啊，带我去找阿公，请阿公给我一块田地。阿公知道我为什么要种这个田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可以帮我。我大力的点点头。在回家路上，我跟着阿布说：“阿布啊，我们不会耽误布店的时间，我会在开店前去浇水，傍晚啊再播一次时候浇水，天也刚回来。”母亲点点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你不在时，我可以顾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们就种地比较啊，比平常还早起。第一天先去翻土，接下来就播种。我所种的这些蔬菜，像是南瓜啦、地瓜啦、叶啦、啊丝瓜啦、啊还有那个茄子啦、番薯等，每天呢、啊、去浇水时啊，我都会请啊。他们快快长大，将来帮助人。每天看到他长大，我都笑得很开心。地里所种每一个蔬菜都长得又大又好，我满心欢喜，把所种蔬菜抱回家店里。当有人需要时，我就立刻拿出一点我种的蔬菜给他分享。看到他们感动欢喜，对我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，心中好满足，好欢喜。”把所发生的事情跟母亲分享，母亲也替我高兴。在替阿布布店的过程，我看到许多不同人的人生经历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只为了生活。从小环境虽然不富，但并不在乎钱。我愿把我有的跟大家分享。阿布啊，都跟大家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渐渐长大，我没有读太多书，认识一些基本大事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听叔叔伯伯说故啊。古说古，当他们呢、啊，啊，感叹人生呢，啊，遭遇时，我同他感叹，就像亲身经历一样。我所生活的时代，从淳朴到开店，家中附近开始盖起了房子，更有许多商店进驻。我们这个灰暗小店，跟着历史一起成长，却快要被给历史的潮流给淘汰。我们所卖的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没有漂亮装潢，但却有浓浓人情味。这老主顾还是在我们老店里，即使比新的店面贵几个块钱，他们也还是愿意光临。但啊，一辈子，但后一辈子就不同，喜欢新鲜，喜欢包装厂就不会来我们店里逛。一晃30年呐、啊，过去，阿布已经不在我身边，所以留下我是阿布经营店的精神。啊，我试着将店转型，卖一些熟食，像粽子啦、包子啦。啊，是母亲教我的，团的好味，在煮很香的豆浆，成为外带的早餐，大家。算是这个葡萄。所以店里生活虽然比不上大商场，但我从来没有缺过钱。人生中我也娶到好太太，愿意跟我过个简单生活，没太多的欲望。我长大后，啊，那是当初从大陆来台湾的叔叔、伯伯成为老兵，啊，住在老旧的眷村当中。
这样子有他们卖的牛肉面啊，有山东馒头，更有锅渣米大饼，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，是团的好味道。但这老兵伯伯很多都是一个人生活，一有空就带了三个孩子去捐出，到出床门子都在开心。如果他们有什么生活需要，我会马上帮他们补助。孩子们叫每个老兵叫爷爷啊，口上都叫得很轻。许多老兵病了需要人照顾，死了需要人埋葬，我都会带着孩子去做。尽管有时花上很多钱，但我并不在乎，因为帮叔叔啊伯伯送终，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件事。钱再赚再多，钱再赚就有。年纪大一大把，身体也没有什么力气，更希望孩子能够继续做下去。孩子们很听话，替我照顾了高龄几位的老兵，也是将这关怀照顾五个孙子，这是温暖的成长。七岁时，我全身感受到瘫软无力，几天后床上睡觉死去。我看到孩子们都来床前看我，看到我表情很安详，他们算是安心，相信我一定是好去处。时候到了永安殿，永安告诉我，今生得行本可以升天，但我过去欢迎要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，也因为这一些领了功德冤亲债主已经处理，就在功德分给冤亲债主，功德不足时候就只能来永安殿报道。为人升天，听到阎王之后，点点都对阎王，关于阎王殿上看到还有很多冤亲债主对我不甘心，我心中真心向他忏悔，跪地向他求他原谅。经过调整后，他们愿意等待我功德来回向给他。阎王慈悲，让我做遗嘱，每天相当尽心不懈的，因为我想到自己还缺很多人，所以必须要做。成为义族十几个年头，接到自己将有机会往生，希望积累心中不断的求自己的冤亲能够跟随我一起往生。就在今天时，我慈悲心，我倒希望看到自己众生在我牌位里受到佛光照耀，非常感恩啊！感恩你看你老母得多几多，我们看你老母啊！好，中庸而无私，你老母盖盖个就好。他妈妈教他教得很好，看有没有升天，不然就是在轨道。人啊，淳朴最好，像他妈妈很棒哦，给木工啊，人家没有钱哦，不要给人家压力。像这个真的是佛法，像这个我也给十殿阎王讲啊，这义族出来讲故事给大家清醒。这一个礼拜有三位啊，都讲过，所以这个一口气在可以拜佛啊，念佛诵经，下一番功夫净化，所以这个入纯净纯善，而能寻回自信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寻回自信很重要啊，人做主啦。像你给大众身体啊，还是借用，能够为众生啊。最重要所以活出不同生命，发愿求生，希望愿有成愿有成真实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现在也知道学佛不会说一口气不在，一口气在可以上西方，不像人家生病说千万要珍惜分秒善用生命这个分秒大家听不懂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很重要的，所以把握这个，把握相关大佛是修行践行，真的像我们这些老师在教，这可以讲这个最好的老师哎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老师下面去老师这个可以讲是最好的，所以大家能够学到往生希望解释些，所以把握相关之时修行践行。不入轮回，离生死不死生人间行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重要的嘞。
阿明就开始，我昨天呀，让你舍离放不下，情绪呀、波动障碍，个性影响，无法舍我，无法自主。这句话我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今天学佛啊，像我们为什么要把愿把身心奉承上？也给大众讲，你就赚到了。像我们没办法照顾自己的，我给大众讲听。像今天我也给老师讲，我说你不要想自己照顾自己，啊，躺在床上，现在佛给你坐起来，应该知道这是很重要的。很严重的嘞，只要有我就有众生呐、啊！啊，像我们把身心奉承上，跟佛超度啊，那你是有智慧，你真是有智慧之人。假如对这我很珍惜，哎，你会病苦哦。像我从小看人家病苦很多，像他的年代好像是我的年代，他七十几岁走的了啊，这个我之内啊，难舍难离放不下，情绪波动障碍，个性影响，无法舍我，无法自主。所以你越有我，你越不能做主啊。啊，这话怎么讲？现在你看鬼这么多都是有我，幽灵这么多都是有我。像我们以前呢，啊，冤亲债就是有我冤亲债主才找你的嘞，没人懂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我是假的，有这个身要见性，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嘞。啊，能够舍我啊，舍我之外啊，六根所见六尘，外界吸引啊，受外界。现在孩子都是这样，静不下来的啊，受外界控制，那一切都无法自主。在外界控制，某种控制。现在假如说你今天不能做到某种控制，现在人道不懂。啊，现在忧郁症、躁郁症非常多。像我们现在学佛也给大家讲，啊，那个我的身体啊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假如你要一直抓着这个我，啊，是吧？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女儿，啊，这是我老婆、我老公，我告诉你不能见性的。啊，你要家长，你看你的细胞里。你没有给人家圆满，人家就找你了。现在我是很重要，大部分身体给人家用走了。我们讲这个，很多人啊听不懂。像我也给老人讲啊，不要老，赶快念佛。啊，念佛可以求生西方，啊，不是等的啊，等死那不值钱的啦。像我们现在身体就是我。不是的，真正的我给大众叫主灵了，啊，这个主灵啊，你要给他提升呐。假如主灵你不能提升呐，这个身体坏掉，你主灵也要流浪了。现在我们有这个假身，赶快来修，用这个身啊给主灵呐，能够找回自己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说我之外六根所见六尘，说外界吸引，不懂。真的不懂，啊，这外面吸引是这身体吸引的，像我们内在一动，不能见性的嘞。像真正的聪明人呢，啊，只能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可以的嘞。所以啊，受外界影响，受外界控制，难以解脱，无法自主，没人懂。现在火打开了，我们啊早已经认识佛法，啊，借假修真，啊，身体借用的，能够去运用，做无做，无做而做，
啊，回向给你累劫世长，给你在我们身上累劫世长，回向给他。所以我是卖啊六根所见的六尘，所受外界吸引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我们现在啊，这个我啊，它是一个借用。现在我闻到大法了，我们用这假身来服务大众，做无所无所说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身体，哎呦，啊，受外界吸引，受外界影响，受外界控制，难以解脱，无法自主，没有人懂的嘞，就有这个我，损失很大的。像人道啊，我也做过了，很辛苦啊。为了三餐啊，没有智慧的嘞。那修行就不一样了。像我们修行也不用等死啊，一口气再来帮助众生，能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本来就没我啊，把我抓了。抓得很紧就输掉了。像刚刚啊，那个异族来讲，他在讲这年代就是我们的年代了，我的年代了。我们以前眷村很多了，眷村很多的嘞。啊，所以难以解脱，无法自足啊，受外界控制。像受外界控制，大家可能听不懂。比如说你喜欢。啊，做什么你疯狂喜欢做，你就变这个东西，就好像你啊，这个啊污染啊，啊，好像现在你还看到小孩来讲啊，你有听到故事，看到云在走，哎呀，我来跟云一样多好，刚好断去就当云了。啊，孩子看到，哎呦，我喜欢这小鱼死掉，还梦见小鱼就当鱼去了。哇，这个人道来讲，这不是佛打开没人知道的嘞。所以今天啊，给大众呢，无我很重要，做无作，无作而作，啊，无有一切，诸所一切，啊，皆是相，皆是空，这是真的。现在我们现在，你现在几岁？过去没有啦，可是你一定要抓，你众生就抓了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对我们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这身体它是借你用的。啊，现在人家讲鬼是，不是身体的鬼，是你灵出来人家当鬼。以前不懂啊。像我现在给大众讲哦，你们啊个性要改哦，啊什么都要看好，不然我给你讲哦，啊你这身体有。几千年几千年的众生都在你身上啊，你念头一不会他就找你了，你就生病了。像这个没有人打开，是佛打开的了，所以才能够医病啊，身心疗法啊，身心疗法就是你的心要改，佛才能帮你啊，也知道忏悔啊。啊，现在我给你讲的牌位啊，我都看得见了，重重无尽的来，才知道每个人呐、啊、造的业都很大，也不懂。现在有人生，我要打法啊，好好的找回自己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现在给大众讲，主要灵性的提升哦，啊，不要讲这是我的，这我的，这我家这的，那你就死定了，家也是骗人的啦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可能我这辈子都不回台湾了，也不一定。要看佛，你这么道理啊？现在要教人家公务，我怎么回去？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你们可以回去再来，有没有道理？我肯定就不走了，因为我责任重大。所以啊，这。给大家也非常感恩台湾，很重要的主要都是在救度了，啊，所以无我无我一切，诸所一切皆相是空。
像我们是救度众生为第一啦，什么都骗人的啦。啊，跟着佛给大众讲啊，你就赚到了。像我们啊，这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佛都在教。所以佛在讲说，本无实体啊，为灵性之真处，舍我一切为名，啊，为一切所啊，诸所一切皆空。骗人的嘞！像我在讲给大众听，要听哦，不要什么这是我的什么骗人的啦。现在能够啊，一天能够救日救。啊，无止境在做超度，像相关大佛是很重要，这超度非常重要的嘞。你看，你看我们的超度，好像千千万万人在唱哎，上面一大堆哎，宇宙菩萨也在唱，不是我们在几十个人在唱哎。所以佛才讲这佛堂要五百平，你猜这五百平有多大？你说有没道理？我现在做六百平。反正地这么大，多大多大啊，更好，能容量更多的人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可以讲身心疗法，水泄不通的嘞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像现在吴家杰知道佛的很厉害哦，阿弥陀经厉害厉害，很厉害的嘞。不然你这个病再怎么医也医不好了，不可能医好的了。啊，我也知道你几世怎么样啊，这是几世来找你，有没有道理？了如如掌的嘞。所以我给全天下人讲，啊，真的，这个佛是来讲，佛是法界众生的。啊，你什么病什么病，佛了如如掌的嘞。好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老师在讲这个，大家好好听啊。像人道来讲啊，它叫做追寻啊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追寻什么都是带不走，财富啦、学业啦、名利啦、地位啦，而且你看看美食啊，像以前我也是喜欢美食啊。你看喜欢哪个地方？常常在香港，香港是美食啊。啊，那个餐厅都有的了。啊，以前也不懂，所以现在才知道这个吃得好、养生、睡得好、住得好，随心啊，行随心，自我实现，被肯定、被认同，不老不病，死得安详。因为这个追寻形成轮回业力的世界，很多人不懂啊，像现在。老师在讲这个追寻啊，啊，我也给大众家庭，我们心要定了、啊，活好最好了，跟着活脚步了。假如说你追寻这个世间来讲，啊，一直追一直追，无止境的，人也老了，赚了再多的钱也带不走，而且啊，这个附体多，啊，你看看。为什么心一直变呢？脸一直变，啊，身也一直变，护体呀、啊，啊，现在佛法来，啊来讲啊，舍啊舍我，像我们的人道来讲啊，我抓得很紧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人就一直老，像现在你看到花开就知道，哈哈，谁敢追寻啊？哎呦，看到了，老了这样才知道事情可严重，吓死人了。而且有手机啊，啊，听说坐在厕所都在滑手机，污染的厉害啊！啊，那一有手机啊，脑袋一想，总是一直进来，一直进来，一直进来，那事情可严重哦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所以要追寻呢，形成业力啊，轮回业力的世界，难以解脱，无法自主啊。
像我们现在学佛了，外来都不要。我们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啦，没有人懂的啦。像现在佛讲给我们听，老师讲给我们听，啊，要给大众讲要听哦。日子不要说吃得好、养生、睡得饱、住得好、行随行，啊，这个自我实现、被肯定、被认同，啊，那死定了。醉生梦死啊！现在你还看到人大看医生啊？我今天、明天要去看医生啊！我哪天要看医生？哪天要看什么病、什么医生的？这好像是很正常，这事情很严重哦。没人懂哎，只要你看了医生啊，家常便饭了，你都一直在哪，不能做主。没有人懂的啦，像我47岁啊，打刹车，我不做事了，啊，修行了，救自己，不要再醉生梦死，真的人道都是醉生梦死。香港里面啊，一定要有悟处，跟了啊自己的啊父母啦，还是爷爷啦、奶奶啦。啊，兄弟姐妹，一个一个分开，你才知道，啊，事情很严重。所以啊，修行为了什么？救众生。对了，自己也是众生之一，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呀。啊，不惧啊各种考验，提升灵性。啊，追寻真理正道，能自主转业而不受业转。现在很重要，就在这里啊！你们自己要救自己啊！像你看看来到贵宝地，啊，活着开始哎，老实开始哎，不得了，而且直截了当的跟你讲要改个性啊！假如你个性不能改，啊，你要来见机就很难。没人懂，啊，说见性能自足啊，转业而不受业转，解脱生死轮回，不再入六道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身体附体魔众很多，啊，只要你一偏了，啊，魔众就能进来。讲这个魔众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就是你的个性了，他跟你个性相处。他能用你的身体的。现在佛讲得很清楚，啊，我们身体被用了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见性？为什么要修行？啊，主要能够自己能做主，不要像人家生老病死了。像很多啊，不懂啊。像佛来到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赚到了，本来澳大利亚干旱，不是只有澳大利亚干旱，全世界的嘞。你看佛选到澳大利亚，啊，思考多么人生，你就赚到了，真的。像昨天晚上下一点雨，你知道吗？有打雷嘞，还有闪光嘞，真的在最后一时我有看到嘞。也不多了，那为什么呢？像我们华威啊，三天啊，一方大地啊，东海龙王、西海龙王、北海龙王、南王都有来啊，我都有邀请的，也在绕地球的嘞。像讲这个，好像天王夜谭啊，都可以跟他对话的，没有时间人家访问，我们现在访问紧急的了。啊，像宇宙菩萨、延禧菩萨，啊，还有新佛子很重要。人家你看魔宗来讲，人家也是魔宗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看他现在出来都很感恩我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把他衣服给脱了，不然啊，像那个疫情来，这是烂掉，啊，全身烂啊，我马上衣服给脱，
回到过去都好了。哦，我看你这样要死我，你们眼睛看不到，我看到的又脱了，脱出去。所以没有法身是脱不了。所以每个人能找到法身了、啊，这世界就有救了。像我们呢、啊、修行呢、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你救你自己还救众生。假如你不修行来讲，像人道人就是醉生梦死了。而且不知道死的可怕，你看现在很多人访问的死的才知道，哦，我以前就在弯弯，我死的好凄惨，或者一样也带不走。现在在这个老师身上最多了，没人懂。现在我也给宇宙菩萨、应该是菩萨、心佛子讲过了，要听啊，啊，本人还是很自私啊，你要给他调，像我现在。啊，也给你讲过了，啊，你以前都是在控制人家，啊，都有帮我调，你这本事一定要说这是真理，或者畜生中三根就畜生都给他调，可以的嘞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不像人家怕死，还会生病，我们又不病，哎又没死。啊，有些人间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像这个净土法门很重要的嘞，非常重要啊！啊，说世间向外追寻啊，谁怕谁？啊，昨天找我说找我很好啊，啊，你有本事给我刷了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回西方了。啊，我做了很累，我眼睛做了。一天啊，最少要20个小时哎，这待命哎，我也不是那么简单嘞。你还抓、啊？假如我这个方叶整个方叶起来了，啊，这不得了，飞机就飞了，嘘，啊，我现在成功飞机就飞了呢，有没有道理？就飞机呀、啊，像相关大佛是不得了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佛真的在救世了，像法界众生，希望我们人道能够改进，赶快来找佛啦！啊，没有人懂的，像我们今天呢，没有进来，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，你可以查，我们两年某月某日进来的，干旱干了干，我开始求雨啊，才来的嘞。我看到那个每个人干扁了，啊，这求雨要真理的嘞，要能够超度的嘞，像火超度这么多，牛铃超很多。说世间语数、世间修行，二种啊，两种啊，啊，完全不同人生。修行不老了，智慧如海；不修行你就老，要生病。两个不同，在人道看得见的，也不能骗人。说世间向外追寻啊，出世间修行，向内找回本来面目，都是要往内在，你不能往外的来。像我们现在在讲这科技来讲，现在很多着迷啊，啊，做科技的零件很多的。这个事情啊，你假如不相信，你可以问贾博士。贾博士现在谁可以访问？不能骗人的啦！啊，你看那零件里面的一大堆的零件，啊，有的零都去做零件的啦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外力就外来的，你一直追寻啊，你就把自己给断掉了。啊，你上门七位绝对会做伤，主魂是不会走，可主魂会被关。啊，主魂啊被关了，他不会老。像我们现在啊探讨以后，哇，才知道事情严重。你为什么一直老？原来你主魂被关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讲个个性好不好？很难改。现在我用这一招啊，他个性还很难改，啊，
很难改啊。现在问题是宇宙不在，耶稣不在，新佛祖要翻译，叫你给他改啊，在细胞里的改，那你就不得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很重要啊，向内在不要向外面啊，往内在修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啊，在礼拜六五供时候，这个佛在开始这个掩盖事实真相，这个人道啊，我要给人道讲，人道不懂。像我们佛法讲依法，你不懂啊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疗愈不依不疗愈啊，很多人听不懂这个，我要给大众介绍一下。像我们的身体啊，要健性啊，不给附体啊，啊，一定要晶莹剔透，一点私心都没有啊。这个给大众讲要听。像我们不懂啊，一点点私心，最笨就是我有个家啊，这个家是我的，你牵挂不换，你的病就到了。很多人不懂，像我们现在里面修行啊，啊，很远啊，坐着飞机来这里修啊，那个家一定要放下啊。那个放下不是讲说你不要，你不要啊，不要误解。假如说你还是牵挂，你不能践行。这样啊，我也常常啊，啊，像你们想不到，我自己想，就像我父母生活，都是我自己独立起来呀。啊，我生了孩子，我教育好，他要独立的来，我们不用再操心的来。像我对得起呀、啊，我这几个孩子，因为我教的不错，成长的都不错。所以也给大众讲，父母只要把孩子教得好，啊，你可以卸下了，好好自己的修行啊，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假如说你们今天呢、啊、还放不下，那我掩盖事实真相，给大众，你众生不会给你化解的啦。像现在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这里可以对语啊，而且我认可祖师大德。像我现在，我请个憨山大师、智者大师，啊，永嘉大师，你们都认识的，六祖，随时可以请他来，你就知道说我们没有秘密啊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呢、啊、还啊这个掩盖事实真相，那你不是与世就狂了？没有办法的啦。像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修行来讲。透明啊，越透明越透明，对自己帮助越大，而且越透明你不被附体，你看外面看得清楚。说事实真相即使啊被掩盖，也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啊，就好像你要骗人呢，骗不了啊。像现在若一直无法得现真相啊，令大家心神不安，待发现时，或不往，或已往。啊，若命已终，则入轮回娑婆，有苦难受难安。像现在很多啊，在这个地狱来讲，我进去地狱看到小孩子很多，所以我为什么一积极要救小孩？像今天呢，啊，这狱卒也讲了，十几岁最多。二十几岁，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在地污染啊？也不懂。而且现在孩子很早就找到冤亲债主啊，啊，你越聪明越聪明啊，他越早你找到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现在佛在教啊，啊，不能掩盖事实，大家要去清楚啊。假如说你骗了、啊。骗人，我也给大众，等于你骗自己了，没有人懂。啊，你要只要来我们相关道士，你的心在做什么？火燎如炉盏。因为你们现在是对佛，不是对俗世界啊。啊，像我们是做无做无做无做啊。
啊，坦荡荡的，不要有啊，心有东西在，对自己伤很大。而且啊，死掉是你受报，不是别人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不做不做，真修，划不来啦，都是自己在受报啊，骗人也自己受报。啊，像我们真诚的对人很重要的，你看这个狮子真相被掩盖，也有水落石出一日，若一日无啊，得现真实，令大家心神不安。啊，待发现时，祸不亡，祸已亡。若命已终啊，则入轮回受报，有苦难言。像现在人呢、啊，不懂，以为身体就是我，啊，自己解释自己啦，啊，我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不晓得我们是灵性的提升，所以我才讲。啊，掩盖事实真相为自我保护，殊不知啊，招感许多个性恶习现前，以修行的人面对处理，很严重。但我们修行为什么这里痛这里痛这里痛，这里病这里这里病，就是你有掩盖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心啊，坦若啊，坦荡荡的，真的学佛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命运都在你的手啊，在宇宙中都在你的手上的嘞。啊，若修行能够面对处理，思维改过，进化及灵性提升的好时机。啊，若掩盖个性恶习，则不但无改过进化，而已无灵性提升的机会。而且给大众讲，啊，若违犯戒律，出家人、在家人都要注意的啦。像你要保护自己窝，你也不用来修行，道场要一体光啊。啊，道场只要有自己窝，你就输掉了。所以佛又问你，首先问此心呐、啊，犯戒如何得安宁？啊，不止啊，受佛的。啊，是佛门的层次，以明戒以受音律啊，这个问神受行啊，你还没有死，就要抓到阴间的了。像我给大众讲哦，啊，为这个生付出代价不值钱啊。假如啊，你今天呢、啊、被人家铐了，脖子铐了，手铐了，拉下地眼，你上来呢。你的脖子、你的手绝对有问题。我也给大家个性不值钱哦。像我们今天啊，没有学佛不讲，玄佛此事是指增加，若自强自对，会影响大家，是为加重因果苦报。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尤其比丘、比丘尼很重要。像我们呢，要给大众讲哦。我们为什么要跟佛对？我们为什么是直接问佛？最怕就我们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说，若是人家若自相自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背的戒律啊，因果就大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只要一法，啊，假如你啊自相自己对。而且影响大众，加重因果苦报。而且我也给比丘、比丘尼讲，是的，我们这里不是普通地方，这是佛地。啊，你要为非作歹，啊，每次发飙，啊，你这个给大众讲，你犯戒，晚上都在冥界受审的。所以我也给大众讲。好自为之哦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掩盖事实真相，乃此心不安，害怕失去。人道不懂啊，像我们自己都可以做主的嘞。啊，修的无心，啊，
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可以再来。现在人呢，为什么心慌？害怕改变现况，害怕受到惩罚，不愿不敢不面对，是一种欺骗、逃避行为。种种原因造成掩盖事实真相，在我们相关的千万不可。现在佛在讲的要听哦，你们一定有掩盖，我才会讲出来。假如你们今天不改啊，你们破戒啊，破戒身体就出问题了。像我给大家，没有人害我们的嘞。像我学我开心的人，没有自己，很自然。做无做无做。假如我们今天修行啊，还有自己，你输掉了，没人懂。你付出的代价，第一个不能见性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喜欢见性啊，能够自知做主啊。假如啊，你用这个掩盖事实真相，你不能见性的啦。而且修行，而且此为污染，像这个污染看起来很简单，附体啦，魔众可以进来。像这个魔众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有很多的嘞，很可怕的嘞。只要你心念一不再怕，他就进来。像现在，我给大众讲，我们都是自己害自己的，没有谁害你的。所以千万不要造成掩盖。以修行而言，此为污染，让心蒙上阴影，无法见性。这句话我也给大众，尤其修净土最好这样，没有心的你们做不到了。那人家问苏师姐，苏师姐没有心怎么做得到？你要有心啊，你就是世俗啦。你要没有心啊，不要讲说我可不可以？你真的无心啊，做无做无做而做，给他中奖你就见心了。不要讲苏师姐你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我们大家都是父母生的啦，只要是自己的愿，自己发的愿是什么？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主要在聪明啦，你在今天自己聪明一点，眼睛明一点，看清楚一点，你为众就是为自己啦，很多人做不到，很可惜。为什么说修行而言，此为污染，掩盖此为污染？你不是真心，你怎么跟佛真心？就好像忏悔，老师跪着给众生忏悔，这个应该劝众生去西方才对的嘞。现在你没看到我们华木呢，这个禅乐法师、禅高法师、永宁法师、贾博士。你看三四个在访问，你可以看得见的。讲起来都是一体观的嘞，速度很快的嘞。像我也给宇宙菩萨、婴儿西菩萨、新佛子讲，包括禅能法师的贾博士，还有这个禅高法师跟这个永宁法师，灵不轻不能做主。佛要救，导正。导正，都给他导正。像人大私心多不多？多。人道习惯人道了，私心多，很正常的嘞。他不知道你有私心就是掩盖，你就污染了。就现在佛来讲，我们说了很多魔祖魔孙，上进华净土，样子就变了。现在这问题你们都没有答出来，我也给大众答。佛厉害其实某种心不安的啦。到了华净土坐下去听经，心安了，
有依靠。你说宇宙菩萨、延禧菩萨、行佛子，怎不能尽心一百一百尽心的嘞？像我们今天人道来讲，学了佛，还有自己啊，你不病才怪的嘞，那就是掩盖了，你已经污染了。现在人道来讲不安呢，啊，又不信佛，又不改，你当然不安了。啊，我也给大家佛法很好修的啦。啊，把布自己布施掉啊，那我告诉你，好好的修就找回自己，自己又不肯布施，自己又抓得很紧，自己又生病。啊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。我给修行人讲要听哦。啊，你都会掩盖都没用，这是假身。你就污染了啊，所以啊，造恶因的恶果生经让作为业力现。像我们那生命生在啊出问题啊，你把业力找来的那个啊掩盖啊，啊更如何谈上善根福德因缘呢？没人懂啊，像学我很轻松的嘞。为什么轻松？是跟佛走，佛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啊，不要有自己的主观啊。像我没有自己主观，我不敢。啊，什么事情呢、啊？都问过佛，我自己也轻松。只要你，啊，只要佛开始教我怎么做，我尽力去做，你看多快乐。啊，我们还要自己把自己给累死哦！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要听哦，这样我们啊，这个掩盖啊，佛讲的也比较技巧，骗人呐、啊！啊，骗你说你没有真心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才会水落石出的一日，你看你骗人打开了。像我们人道才几十年，污染这么厉害，附体这么多，都是一手自己造成掩盖啊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令自己心神不安，都是自己害的嘞，不能不懂啊。人道啊，自我保护太多了，他是没有学佛。假如我们今天学佛，给大众讲了，只要你掩盖自我保护，你不能坚信。而且你看学的啊，许多的个性恶习性都不好。所以我给大众讲要听啊，个性不该对自己伤害是最大的。不但无改过进化，而无灵性提升机会。像啊，我们现在学佛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啊，啊，灵敏觉知啊，不能讲说，哎呦，我现在老了啊，这记性不好，啊、那骗人的，那是骗你的。啊，越老越灵敏，这是佛法了。而且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像这个戒律很重要的啊，你要守戒啊，我给大众讲哦，你见性就很容易啊。你假如不守戒、啊，给他阴间来抓你去受审的，像孩子要好好的调啊，每个人都有恐慌的嘞，不懂。好好的跟他沟通，面对，千万不要叫孩子啊为自己讲反话，那这啊掩盖自己，那这输掉了。要给大众讲啊，修行而言啊，见性身心透明，污染啊，污染
啊，背道难以得到清凉自在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只要你有掩盖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现在不要讲你有没有学佛没学佛，啊，恶因恶报、三因三报都看得见的，没有一个看不见、看得见的。像我们呢，啊，每个人岁数也这么大了，你的亲戚朋友，啊，好坏都看得见的，这也不能骗你，没人懂。像主要我们、啊。想不生病，想自己能做主，像这世界、啊、你只要一直说它是放化的啊，那放化对谁伤啊？对你啊。像现在你没有感觉我们是不是在做梦？不能骗人的嘞啊！什么叫做不做梦？每天有进步啊，每天能找回自己，很容易的。像人道没有学佛不懂啊，啊，追的是名闻利养五六尘，啊，完全带不走的，没人懂。啊，问大众世界何时是梦？啊，众生以梦里追求啊，未知是梦里是追随，这个。可能大家听不懂，就好像世间何时梦，众生梦里追求，啊，未知此事梦里追随，啊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、啊。像我们人大都有三门七部，啊，梦里追随，只要你是啊进入空间的来，没人懂，啊，梦里放下。迷惑颠倒，心意难止。所以你看，佛法教育很重要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，假设是梦里追求，是，都带不走。而且啊，我们本身出来有三魂七魄，啊，只要你三魂七魄走动了，身体就出问题了。没人懂啊！像我们人道来讲啊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困障自己的，困障自我，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像现在啊，很多你看在白天好好的，啊，怎么呢？人道一天一天的老。这事情严重在哪里啊？啊，本来这么年轻，怎么看很久没看他老掉？梦里追随的，啊，没因为啊，你所做都是放话，啊，放话梦里追随，就把你一天一天抓牢了，啊，一回一回给你抓，一波一波给你抓的，没有人懂的了。啊，所以生命啊，啊，多陷于梦里追随。若无明啊，若无明就是不懂啊，无事啊，若无事，无明事啊，若无明，虚有虚妄中追随，悠闲难止。啊，身体就开始垮了。像这个佛讲都好清楚，像我们讲自己的不清醒，很可惜，非常可惜。脚踏实地很重要的，啊，所以啊，当知明实物，莫不明啊与希望中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啊，时间都骗人的啦。为了这身体的生存，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呐。啊，假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啊，每天都有进步。啊，要怎么修？不执着。啊，越不执着，越不执着，越找回自己。没有人懂。啊，你执着就输掉了。啊，相位给大众执着，大部分是梦中抓住他来。
没人懂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警觉，像跟着佛，警觉重要。像我们在修行呢，每天在原地踏步，那你就是错误了。要每天要有进步。啊，每天你就像人家喊大喊小，哎呦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很严重的嘞。假如我们呢、啊，来到贵宝地啊，若无有境啊，当有警觉，已非前路老了。来我们这里细胞不老的来，像我自己啊，带动人呢、啊，啊，就做给大众看，精神好，体力好，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精进用功啊，相不足，何来懈怠与散漫？要有警觉的嘞。像现在老师讲说，警觉分秒老去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体力不如以前，那是不对的嘞。啊，应该越修行越好，越明。啊，说警觉分秒老去，体力不如，啊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是于何处出问题啊？个性可有改，成我可有灭。啊，一心可有除，傲慢可有断，啊，等等诸状况，内心莫在此。像这个我很早就讲过了，啊，你来我们贵宝地，你讲的不改啊，啊，你会生病哦。给大家的改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的嘞，因为我们要学佛，主要要在翻译。也要放下来。假如看到身体出问题了，啊，又容易生气，而且自己不改都怀疑别人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说日子啊一过却无尽，六根有退还一满，这不是佛法。像你们现在，假如有这个，你们问题就出来了。像老师在讲啊，大家好好听啊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是为险啊，险罪为险境，是为身况已非前的。像这个，我几年前就在讲了，我不是今年才在讲。啊，以前我在实地我都在讲。我说你们都要改个性哦，你们个性不改，你们就不会复发哦。没有人听，啊，像我们自己都是自己害自己啊。像这个老话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护体，护体多了，哎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很严重的问题。像现在啊，我们会老化，只要个性没改。像我现在给大众讲，拜佛、念佛、诵经啊，当主动。现在老师都讲了，叫你们拜佛、念佛、诵经不主动，还有懈怠、放逸，当警觉，佛法在恭敬中求。啊，比丘尼啊，听了要听我。像我们今天呢，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像我就是表我给大众看，啊，精神好，不老化，而且智慧如海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真修了，主要在佛法在恭敬中求，像我们呢。最怕就是疑心了，自己不肯精进，疑东疑西的，而且傲慢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
为什么除了合租出问题，自己身体出问题的？啊，像我们现在跟这样的负题太多了，很可怕的嘞。现在很多人若以为啊，少拜几拜佛没关系，晚到没关系，啊，大家都到再啊，我再啊再到也不迟，还来得及。说了再做，说没有，不用做，不用做。戒律啊，很严肃。若有这种经历，大家警觉哦。此心待佛菩萨之众生智，此为被动傲慢不在意，诚心恭敬不足。这事情可严重，你说你想见性不可能的啦。像我给大家恭敬中求啦，没人懂啊。这其为所散发出来的负面能量，是为退行，何能见性？此刻最大是自己。像我给大众讲啊。人道其实都没路的嘞，只有佛法有路。啊，佛法有路的嘞，生脱了，临出来不要了。我给大众讲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哦。啊，是救你自己哦。啊，所以啊，多拜啊，多拜些佛，主动拜。找到会场，宁愿我等人，莫让等，很重要。像我们今天要回西方极乐世界，拜佛念佛诵经要主动的嘞。啊，拜佛念佛啊，你不主动，你怎么回西方？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时间要准啊，不要讲啊慢吞吞。那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见性。啊，像我们学佛都是在恭敬中学啊，像我们要给大众讲，不能活菩萨等我们啊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只要自己有警觉性啊，精进用功啊，都有救。假如今天一天一天过一天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，你已经没救了。像现在人道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啊，每个人都生了病死。现在附体太多了，像我们呢，生命在这世间呢，闻道大法，啊，警觉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越修啊，身体越好。假如不是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你修行未进步啊，病就到了，没有人懂的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千万不要懈怠散漫。